哇，大叔们很开心。2018万不啊？啊，万不啊？万不啊？啊，小黄，万不啊？啊，小黄，2018万不？快说！汪汪汪汪汪！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给。没办法，常常在家陪着他俩，只能稍微给一些好的条件，然后呢，设计的比较合理化一点。这是婴儿的凉席，开心吗？哎，色情。我这个要是发网上能不能火？我感觉应该能火。拼车拼了就。我在那边，有视频我再发一下。你给我往那边点。每天必须得往窗外就看一看外边的世界，咋的？是我这个家给不了你温暖了，还是外边有狗了你？今天狗子跑出去了。学会开门了，买了个安全锁，我连外面都有。我不想再养第二只了。听说最近很流行伪萝莉音，我也来试试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是这样子吗？是不是有点肆无忌惮了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俩还在车里坐着呢。下去，小鲁班。5+5，没错。3+3，6。4+4，4+4是8。对。你怎么这样子去？我在这个路上，然后打不到车，想回学校，我找到了一个车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我不知道怎么骑，是怎么骑啊？老师让同学用两个字来形容爱情，有个同学写下贫血，老师不知问他该如何解释，同学淡定地回答道，贫字可以拆分为并往，意为并肩屋檐下，鞋子牙耳可以理解为并边私语，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我与你在屋檐下并肩而坐，悄悄地在耳边说着些别人不懂的秘密，然后